好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/07/12，当然时事问题就是台湾民众党的总统竞选监会的争议，包括授权金，包括发票，包括是代收代付、代收转付，这类的，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，嘿，我观察伊真久哦，他这个人是蛮有正义感的，因为他会深入去了解整个案情。当年呢，伊建华城的容积率840%，我讲有争议的只有20%而已，有争议的只有20%。20% 就是5000坪，乘以0.2，就是说1000坪有争议。中华工程是含维京小省，因拢是关系人，关系企业。当然呢，中华工程拢是咧做营造比较多。问题就来啊，这1000坪，到底是谁核准的？不适用围绕，不适用都市更新，那适用的法源依据在哪里？很多好朋友和我探讨的时候，我说图利者、被图利者、被图利者就做污点证人，还是主秀主背图利者，只要是有犯意、有犯行，你就自白，那就有可能会减轻其刑。他现在没有办法自首，他已经没办法自首，因为已经被发觉以后，就不符合自首的要件，可能是认罪协商。这我相信，因的律师团拢会甲因讲。今天是咧讲。唔是干咧政党有这個问题，民间嘛是有这個问题。我手中这份是买卖标的的附表，当时这兄弟啊三个人，这拢讲好啊，讲好啊。即摆因这个小弟往生了后咧，另外兄弟就翻翘，翻翘，翻翘就是变成讲爱法官去查，法官伊也无明查秋后的时阵咧，就足麻烦嘞。很麻烦的，咱讲这个已经往生者，这个当时伫102年这个案号的时阵呢，申报伊的债权有2700几万，对因的堂兄有2700几万的债权，即马转去了，大家都怎啊呢？合意啦，最近这一款合意就是。艺术路的艺，还是艺术的艺，合谋啊，我是讲通谋啦，合谋还是通谋啊，这些都是法律行为。法律行为我之前我有强调，就是说，违反公序良俗，违反强制性的规定，这些企业就会有争议。我到落尾去啊，找这条98年5月15日，这本身是地震师代理的。地政署代理的地政署阿公，这国税局发的吼，较早叫财政部台湾省北区国税局发的。伊讲台端申请以第三人所有合作金库、商业银行定期存单担保被继承人遗产税事件，因遗产税1200几万嘛，所以因为备齐文件之减还第三人定期存单正本两本，这。98年4月24日申请的时阵咧，伊讲你一些文件没有齐全，所以讲查本件遗产税事件前经台湾提供土地抵缴欠税，抵缴价为214725元，并于98年4月23日办进国有登记。我要来因林家讲讲，恁当时就是无法度缴遗产税，那他土地才会去抵缴。当时房地产本来就无会卖，你袂使去提哦。往生者，往生者
伊一再为着遗产税安那奔波，啊，结果人亡成了后，啊，你这个家族啊去也污蔑，啊，伊这么老话讲无污蔑啦，伊是财产开了了，啊，财产开了了，你爱举证啊，啊，这么的咱这个政党这小共款呐，公司讲我，哦，没有收到钱，怎么会有这笔支出？因为在监察院有报一条支出嘛，啊，这边。在国税局讲，无你这个案件嘞，估算应提供担保金额648422元。我直接做概税啦，通常是二分之一啦，所以你啊640万的话，就1200多万哦。啊，你看，啊都啊有讲啊，你已经抵缴210几万，表示这件案件的拢总1400几万的遗产税。啊，另外呢，我要讲的就是这是这个翁姓者，翁姓者较早有财产，被查封了后嘞，拢总有3090平方公尺。你讲执行法院咧问嘛，执行法院咧问讲，啊，你这3090平方公尺，啊，因当时较申报900平方公尺，还剩咧2100平方公尺，啥个？谁的啊？是不是？啊，咱即来讲，有一条吼，因在即个政党有一条1000多万的传播费用，传播带费用，我和我的同学在研究说，啊，他这个是不是代收代付，或是代收转付？啊，代收转付或代收代付有差额的时候，要不要开发票？哦，这大家去看那个相关条文，因为税法坦白讲足复杂的啦。做复杂，你啊代收代付、代收转付，啊，如果你就是提供劳务，啊，对方直接开发票给你这一家公司，啊，对方是销售方，啊，这边是进货，啊，就是能够买受人方，啊，他有什么好争议的？比如说你们账务就是一笔乱账。连授权金就没办法分辨它的定义，或者是我都没一个解释啦。我记，差不多10年前发生，一二十年前发生的代志。你知影咱一般有商标嘛？哦，咱不卖讲伊肖像权，卖什么些的 KP 的商标权，拢免讲。咱只嘛讲一般的商品就好，商品的商标权。商品的商标权，您了解个意思？比如说，啊，我着做饮料，有一个商品足出名的，哦，较早讲南道，南什么和北道地，哦，就是类似这种意思啦。啊，结果，啊，这间公司增资了哦，好，咱这么假设，这个增资款等于净底现金，等于净底现金哦。啊，结果这个董事长从反正乌龙蛇刀啦，乌龙蛇刀出啊，转去子公司，转去，反正这个进动，转去子法人，类似这种经营。啊，咱这个法律已经在修改哦，你袂使用这种行为去掏空公司，所以有阵真精彩啦。你注意看，我都讲你的商标，这商标落尾卖予香港哦，卖香港都卖7000几万。没有进来公司，收商标权利金收1亿5000几万，嘛无入来这个公司。台湾的司法，伊认为后面的他已经制造断点，后面没办法追。跟外行律师讲，我讲，人家钱已经汇到这家公司去，啊，这个这间公司钱搁啊转掉。这咱台湾讲司法讲无人对，讲因为那个是另外一个断点，另外一个法律关系。我唔捌这段啦，我是唔捌这段，我只是有时讲奇怪，你得不当得利的钱，你才会使去转予人，搁赠予予人，啊，这样法律有效吗？这样法律有效吗？我拄仔讲违反公共秩序，违反善良风俗，违反强制性规定，你抵触的刑法的规定，怎么这个企业会有效？哦，这脑力激荡一下。啊，另外讲这条，这条就这阿杜阿公3090平方公尺，这
啊，你嘛爱付租金啊？你一个月收29万，五年收1000几万，啊，你啊四个人分，一人嘛爱分400几万啊。好啊，你400几万，你讲啊，伊这个往生者欠人欠35万，你为帮助扣掉 OK 啊？四个总共45万，扣掉350万，嘛还有100多万，这五年嘛还有100万的租金。啊，你是安怎无爱分配哦？遗产管理人？真精彩啦，真精彩！你注意看，较早未办保存登记，都会查封，查封都有记录的。啊，伊要安怎解释我唔知啦。反正我有啊，迄律师哥劝我讲，你们当律师的不能编谎话，你可以从法律上去攻防，你不可以编织，人讲不实事项在整座啊是伫私文书内底。我这个呢，发现讲，如果你发布新闻稿是不实的，你公务人员是不实的个的事项记载公文书、新闻稿，如果你私文书啊，比方说建栋发布不实事项记载以私文书，有没有法律责任？大家脑力激荡一下，最后嘞。我本来要去去找因家建栋吼，建栋啊，法官当年法律知识有时候会欠缺嘛，哦，会欠缺嘛，法律会欠缺。你注意看是点名受款人呐，空白，受款人难空白，受款人难空白，法官认定讲受款人就是发票人。啊，我就在讲啊，我讲。您法官的认知就错了，难怪立法院会制定立法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来调查一寡不实的判决、误认误判的判决。我话也认定起来呢，不是你开始就启动调查，你应该是监察院我讲消极的在调查啊，结果调查不实啊，立法院。这最后的防线，所以我们立法院这第四权、第五权，第四权是媒体嘛，第五权嘛不要紧。啊，那你安那算顶端呢？你看到跳出来讲，我来做基点开始调查。所以我讲，恁国民党和民主不是民众党嘞，恁家拢地位用，我感觉足奇怪就对了。哦，我感觉足奇怪。你们应该是说，我所有的宪政机关都调查不完备或不实在，你才进行最后，人家讲的终审调查。啊，那唔能甲着，你甲着开始就为着建栋，那个都是政治，为着这个政敌，啊，去调查调查调查，我记作个内嘞，税金有保密的规定，金融机关有着金融机关的保密的规定。啊，你都含营业人也有营业秘密的规定，除非说哦，都司法院啊、检察院啊、行政院啊，拢怠惰不调查，啊，你才进入调查阶段。感谢大家，咱伫亚东新闻证监国会咧，方会讲不动产的信息，讲税务信息。包括今天讲的时事的问题，我很恐慌啦，因为我有时常常想讲，咱法官拢活性嘛，咱不管你是无罪推定也好，你认为自己犯了犯罪嫌疑、犯罪行为，你就自白认罪，免去浪费司法资源。大家批评一个陈医师。我是支持伊哦，我支持伊迄老实人，因为伊替囝，莫讲伊替囝担啦，伊就讲叫因囝出名来做负责人，含我阿拄仔讲迄个屏东的邓弟个讲，伊较早我都做负责人，伊用因查囝，做用因囝做负责人，即摆因囝，因查囝。啊，刑事调查的时候，无，我是挂名负责人，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哦，这样真精彩啦，大家参考看卖啊，谢谢大家。
再度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